快狠准，董志威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三场赛事四班千二的短途赛，大热是四准备。好，你一起步的时候啊，咁前面快闸的马咧，中间位置古浪晴天咧，响入边有精明勇进啊，外边粉红衫龙之威啦，白衫走埋上去，仲有球星啊，红衫带喺第五六位度啦，仲有快狠准啊，出边走上去嘅马就知道长胜嚟噶，内栏橙色眼罩就好有喜啦，后多层有无敌勇士啊，可爱新星内栏尾五嘅，后边四匹马有大英才满多福咧，就外边尾三嘅，尾二粉红衫胜出风采，暂时殿后系嗰只安泰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。放头的马是那只古浪晴天啊，外面知道长胜啦，内栏第三种精明勇进，白衫第四位啊是球星啊，第五位红衫攞出去，外面有快狠准啦，拱埋粉红衫嗰只咧就胜出风采出去啊，响马林等紧位有可爱新星啊，大爱当一边是无敌勇士同埋满多福啊，咁样后边咧外面追黄色黄帽嗰只咧仲有安泰啊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占先嘅马系知道长胜啊，中间白衫系球星啦，快狠准已经系冲咗上嚟啊，再喺外面上咗少少系可爱。新星中档位置仲有大英才，入边系精明勇进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外面快狠准斗紧中间球星，埋边仲有一只知道长胜，三百米相当接近，埋边知道长胜，中间系球星，出边系快狠准，三匹马咧最后五十米都斗得难分难解，以为中间白衫球星上嚟，但系俾人压住嚟跑，快狠准外边十二号有啲压入去，而埋边知道长胜比落去亦都有好近啊，第四名系大英才。二号嘅知道长胜，睇下入边嗰只可唔可以掟到落去啊？艾少礼啊，咁啊，出边有反准啦，中间球星知道长胜都系可以连接啦。咁啊，最后就七点六倍嘅，咁啊，第二名三好近啦，咁啊，反准同埋球星影相啦。第四名一七号大英才啊，嗌到啦。啊，泰安其实啊，安泰真系真系走咗只，掉几下，七号啲百几倍入嚟。因为嗰只你睇下只安泰啊，嗰度惨啊，俾人。三名仲影紧相啊！潘顿唔拣佢啊，少礼赢得场啊，帮呢匹马两出两胜。火红心赢完奇联合作又赢啦，今日睇到呢啲骑师啲短兵相接咧，真系好斗得啊！艾少礼真系啊，系欧洲高手啊！嗯，只馬亦都叻，即係諗住三隻都好喎、啊。係咯，三隻馬諗住都最可能最低盤贏係佢啦。如果佢打翻上嚟喎，係咁攣啊條頸啊！終點前而家只馬，呢次生日都加錢唔到啊！而家第二影已經到添。係。第四名就大英才啊，都追得近喎呢只馬。裏邊慳咗咯，即係如果只安泰唔係咁樣攞位，我諗啊倒轉啦個名字。係唔俾出啊，蔡明少，幫翻埋。平頭喎、哦。平頭第二。球星同埋快狠準啊，平頭第二。好，呢边啊，影张头马上先啦，打搭赢啊，知道长胜。
沈集成成績亦都係好好嘅，連三都幾好啊！啲馬有一隻好馬啦，嗯，今次仲好分啲添。咁球星都不錯啊，我哋嗰組啊，條件賽啊 ，keep 到水準啦、嗯。其實頭三名都好接近啦、啊。係啦。哦，咁贏嗰只再出都要留意喎、啊。非凡達太易揾啊，仲有頭二一兩秒。有言訊喎、啊，但係，誒係喎，係咪都有啲緊迫呢？定係有其他事項呢？稍後就等等個公佈。即係原來前面嗰幾隻拍到緊嘅，但係關唔關事呢？咁啊，要直鏡先睇得清楚啲。係啦，不過成場馬睇完咧，同啲賠率都遲咗，甩開曬嘅冷門，即係一紮都好厚嘅。呢、一場時間就一分零九秒九一啦，比頭先嗰組就慢啦。證明勇進落好多飛啊，翻到嚟啊唔好好。無敵勇士啊掟咗個外彎。布文因為贏一隻攝裏邊嘅喎，兩隻掟外邊都唔得喎，領航傳奇又真係唔得。我就言訊緊。言訊係咩咧？就等公佈啊！距離就好近啦，一二三名。哦，四同十二平頭嗰對喎，咁有股講喎，如果真係好啊，好明顯啊，或者嗨下都有股講。係咯，而家你平頭啊嘛，係嘛？我係唔要同你分啦。你贏嘅都係二啦嚇。睇張相先啦，第二平頭嘅。張相就一齊掂先。係啦，大家個騎姿都一樣啦，推到最盡啦。好，睇多次啊！頭馬張相啊，馬知道長勝，咪就買啲長勝班噶啦。啊，真係都俾人過咗啊，揮 back 翻曬啊，真係好嘢！睇翻成場嘅巡邏影片過程先啊，起步一檔咧，好有起就慢啲嘅，其他馬出閘就正常啦。步速嘅比較慢啲嘅，精明勇進就攞咗難啦。中間就古浪晴天球星啦，外邊就龍之威，最出邊就知道長勝。大約第六位就快很準，外邊嘅無敵勇士咧個走位就比較蝕啲啊。跟住內側就可愛新星，好有起都比較亂啲啦。後邊落飛就滿多福，但有冇追先？勝出風彩就尾三嘅，埋邊就大英才，包尾就安泰。滿多福我都有追嘅，有放住安泰嘛，系啊，喺開面一齊。頭先中段都有啲意外，撞嚟撞去啊，快很準啊，嗰啲好有起嗰啲嚇，好唔穩定啊，有啲馬啲走虧可能。睇下前面平頭嗰兩隻啊，有冇咩挨碰啊？呢度有少少挨擦啦，球星係因為出咗嚟啲嘅。啊，大家開始騎啦。咁一陣間應該一齊走咗埋去喎，係咪咧？因為三隻馬好近。呢度快樽係咪有啲帶埋去咧？哇！一個右手邊，一個左手邊喎、啊。條邊，誒呢度咯。傾跌咗條邊啊！帶埋去，即係巴度跌咗條邊。係咯，嗰度傾一下，咪跌咗條邊。即係快狠樽係有少少挨埋去。挨埋去咁，但係跟住嘅阿希威森又停咗邊喎，因為挨埋去啊嘛，佢打唔到喎。咁我冇把劍喎、啊。咁有平頭喎、啊，嗰啲意外嚟嘅，我諗意外唔可以咁入數。好似琴晚阿莫艾成咁跑一級賽跌一條邊咁啊，帶頭你上嚟。不過佢仲早嗰琴晚嗰場一早跌一條邊。嗯，再睇下仲有冇得再睇啊？睇多次。原來都挨挨碰碰咁嘅喎，都有喎。接觸就有嘅，不過就好輕微，好輕微啦。即大家都騎師都冇喐手嘅。嗱，再嚟啊！再睇多次啊！中間一對白衫，攞住邊出嚟巴到呢度。係啦，希威森打右手邊，咁呢度冇問題嘅，巴到都右手邊。哦，欸、打希威森打跌咗，係啊，打跌咗巴到條邊。咁但係跟住快恩津就壓咗埋去喎。因為你打跌我條邊，我控制唔到，咪閃埋咯，係嘛？咁啊，打跌佢條邊個啊冇心嘅係嘛？你右手轉左手跟住啊，又抗議啊而家。咁啊，應該要抗議。老實講，又拉崩你平頭翻嚟都唔抗議，係咪先？冇理由啊。邊個過邊過先嚟而家？
球星告我啊，定系我告你整掉我条辫嚟噶？好啦，有埋抗议啦，言讯及抗议啊！系啦，咁边个告边个咧？系啊，大家平头嚟噶，似就应该似四告十二系咪咧？四告十二，十二告翻写得我而家。等下公布先啊！互告系咩？有冇试过咧？系咯，你告嗰个告你咁，你告我来先，我过去打我打断我条鞭啊！即系咁睇个过程，就系一转鞭打断咗条鞭，跟住先来闪，系啦吓个次序系咁样啊嘛。系啦，四告十二，四告十二。我又覺得上次抗議成立喎、哦，熄曬燈喎，係喎、哦，賽果更改。好啦，都有正式嘅派彩啦。咁啊，跑第一名就係二號嘅知道長勝啦，獨人係派76蚊，位置派27.5。跑第二名係四號球星，位置派17.5。跑第三名咧就十二號快很準，位置派18.5。連日位二搭四派184.5。二重彩啦，二號、四號順序派432蚊。三重彩二號、四號、十二號順序派1990蚊。單T派276蚊，位置 Q 二搭四派63蚊，二搭十二派73.5，四搭十二派48.5。跑第四名就是7号的大英才。四连环啊，二号、四号、七号、十二号派5224蚊。四重彩啦，二号、四号、十二号、七号顺序派80613蚊。貓寶派彩頭關7號美軍2號派402蚊，頭關7號美軍4號或者5號派17蚊。分段時間頭段23秒98，第二段22秒8，末段23秒13，總時間1分09秒91，比標準時間慢5先。好啦，咁繼續睇馬。